1924年3月21日早晨，我这洗澡身体还没干，说你干嘛不擦呀？现在都说外边酒店里的毛巾不干净，我没带毛巾，所以我用他这毛巾，我就不用，我就用水把我给洗干净了，让它自然干。我对面，哎，你看就是，全是卖茶叶的，全是卖茶叶的，我楼下全是卖茶叶的，现在都实行打卡，说打卡之前先说我。那个跟我一起啊，老邓没来，要跟老邓来我都闭着眼睛。最简单就是哪怕坐普通车，老邓有军官证，一掏出来军人优先，所以我就能跟老邓刺儿。到老邓除非执行任务，从来不说自己是军官。老邓这样，杨小平也这样，是吧？杨小平也这样，我认识的人民解放军都是这样。我知道好多骗子一出去说我是总参二部的，他知道二部是干什么的吗？就傻逼就出去，车上还贴一个安全国安啊。好像国家安全就是如他这傻逼似的，他这傻逼要不掺和国家还有安全。我每到一个地儿啊就特累，因为我海湾战争再生障碍性贫血，小学毕业你跟他说也说不懂。这中龄到哪儿都介绍我，一介绍我就让我特累，我就得跟人说话，就得跟人把我800年前，你想想，在当今世界，网络发达，到处都是流量，如果你是个名人，用不着介绍，如果还得介绍，你怎么着怎么着，是吧？有那傻逼还介绍自己800年前怎么着国安了一回，全是有病，是吧？真正的名人是不需要介绍的。每一个名人都有自己的领域，比如李成儒有李成儒的领域，英达有英达的领域，啊，自己粉他的人就会粉，其他人你瞎那鸡巴瞎介绍个屁，我就特烦，快点吃饭睡觉，甚至睡觉都超过吃饭。我又回到刚才那句话，第一，我内伤，再生障碍性贫血，我白血球红血球不到人的一半，我就老疲劳。昨天再去看一个那个叫廊桥，我就摔大跟头，把机器都给摔关了。跟我一起四个老头啊，比我还老啊，是吧？所以下回出去不能都是这种老头，必须有年轻人，最好年轻妇女，年轻妇女睡觉都安全，是吧？不然的话，你看这我脑袋上顶着一个穿着薄如蝉翼的这么一个，在我脑袋顶上这么蹦的，然后举目，你看这儿，嘿，是吧？你看这个，到厕所里洗澡啊，说我这东西是再生障碍贫血，但是再贫血也有生理反应啊，这个饭店呢，现在都说打卡，都要学啊，比如我千万不能学，所有能发出来的东西都是假的。或者说不够那么真，比如书，说唐老鸭你说的都是真的，你写的书全是真的，是我在使劲追求真，但是那都得经过审查，不审查出不出来，印出来的都不一样。你要想听我讲最真的，咱俩吃饭，咱俩喝酒，把我喝得迷迷糊糊，我搂着你给你讲真的，凡是都不是真的。比如讲，昨天我就发了一个，我就说最好的茶是西湖龙井太湖碧螺春，皇帝喝的就发不出来。后来才知道皇帝这俩字不能提，我把皇帝删了看看一会儿能不能发出来。我说我这人疲劳啊，起床了，我正在洗澡。好，你不用管我，我会守时，你别迟到就行了。哎呀，就他这一打扰我这钟铃，你现在是7:05给我打的，他打着一电话，呀，本我说了一半，就把我思路全给打乱了，是吧？你像那个，我跟老邓出来，从来不打乱我思路，我来干嘛了？帮你宣传茶来了，吃的再好，喝的再多，
如果别人不知道你的电话号码，买不着你的茶，你进到手里，这他妈的十万斤茶全砸你手里头，是不是吧？哎，所以你最重要的就是让我，还有就是你这就是也没当班长，也没入党，就一大头兵回家当农民当战士了。一定要让首长休息好。到一个地方，第一件事儿，我不要求住的多好哈，单独住，以我打呼噜。另外，我得思考。然后重要的是，我到一个地方之后，第一件事儿，我把我衣服都脱了，因为白天你看我昨天摔那大跟头，啊，就是摔得一身脏。我到一个地儿，第一我洗衣服，我的衣服呢，我第一次是诺曼底的时候，2004年在法国看 Kiki 穿着这么一个。现在我才知道，全世界的外军穿的都是这个衣服，是美军的制式，北约什么都用的这个。嗯，哪儿制造呢？全是中国制造。说现在我也买一件，现在买不着了。现在美国跟我们竞争关系，说是竞争关系，敌对关系，这种衣服不让中国造了，让哪儿造去了？让越南造去了。所以就我到屋里第一件事快洗澡，因为我啊身体虚弱，汗流浃背。嗯，汗流浃背，所以到一个地方，我要把我的衣服从里到外全换全洗。嗯，我这衬衣呢就是全棉的，纯棉的就不好，嗯，它就不干，不干。你看我把它放在空调底下吹，嗯，我的时间宝贵，不是瞎扯淡，老瞎客气，喝酒喝酒喝酒。昨天喝那个茅台，他们都觉得是叫什么特工内部，在我来看来就是假酒。为什么呢？真酒假酒我不知道。第一点，它是三无，我仔细研究，它连商标都没有。它商标模仿飞天茅台，啊，在那儿画一小圆圈儿，啊，应该是啊一个圈儿注册商标。现在还有卖梨的、卖苹果的，全说啊，他妈天牌、地牌啊，大牌、小牌，你那牌儿就没有，你就是骗人那牌，工商没抓你，抓你就给你封了，啊，所以就是。我住哪儿呢？就打卡。如果说这酒店有什么不好呢？第一不好，这儿有一电视，电视是最洗脑的工具。我们家就没电视，我33年不看电视了，叨逼叨逼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开怎么关。这屋里这么一东西，一夜这东西让我没睡好。这电视始终在说话，这是一个不好。啊，好呢是有 WiFi， 嗯。这里边好多东西特复杂，说都说卖钱啊，都说卖钱，这对我也不需要啊。什么避孕套多少钱，什么东西多少钱，我也没娘们儿，我买避孕套干嘛呀。嗯嗯，还有啊，还有什么红宝书啊之类，那我也用不着。嗯，这个酒店的好呢，还一个是这牙刷好。你就看这破牙刷啊，但很好。为什么呢？这牙刷的瓣儿很直很硬很长很长。哎，我这大手拿着就容易，哎哎，这嗯，这个酒店的牙膏不好，嗯，牙膏不好，就那种一次性的一撅吧那种啊，这牙膏很不好，嗯，是我老家江苏做的，嗯，再有一个好呢，这个卫生间比较简单，嗯，不像那些藏污纳垢，弄一盆，那盆还很脏，谁会跑到酒店里边来睡？躺浴盆了、浴缸了，这个呢就比较简单透明。我要说的好的是哪儿好呢？就这个，嗯，这个是活的，而且呢，这个大概有1.5米长吧，1.5米长就便于我坐在这儿洗屁股。哎，洗屁股，我呢是从来不擦屁股的，以前擦屁股，我在中东的时候，刚去的时候痔疮，后来在北大医院做的痔疮手术，回国休假的时候，嗯，后来我发现中东的人、印度的人、罗马人、意大利人都没有痔疮这么一说，为什么？他们都是洗屁股，洗屁股。你看这个厕所里这纸，是吧？这种纸干净不干净都难说，都难说。我呢也不用人家的纸，节约。现在中国人特爱用纸，啊，但是洋人就不那么用纸。我认识的啊，有是我认为的高尚的、有身份的、高级的洋人都用手绢，所以我也用手绢啊。我那手绢是一块小毛巾，小毛巾。嗯，我不用这纸，这纸妈的很可疑，这纸都什么纸？这到处你看这纸，嗯，我就不用，你看没有，嗯，这个呢就洗
洗这个呢，洋人是用右手握手做崇高的事儿，比如敬礼，嗯，是吧？有这么敬礼，有这么敬礼，全是右手，握手也是右手，左手呢是洗屁股的，嗯，哪怕撒泡尿，哪怕穷人，你看那个什么，那个巴勒斯坦是世界上最穷的，巴勒斯坦的货车司机就卡车司机最穷的人，出来撒泡尿，都拿着一个大可乐瓶子，可乐瓶子，哎，里边装的是清水，面朝沙漠，背过身去，把丁丁洗洗，是吧？按理说阿拉伯人不需要洗丁丁，为什么呢？他们犹太人都是割包皮的，就是还，就是叫，叫什么？包皮还切，嗯，尤其犹太人出生八天跟上帝订约呀、啊，小男孩生出来是吧？十件坏事不干啊，那订约就跟签合同，签合同得交定金，小男孩没有定金呢，小男孩就把丁丁的一圈包皮切下来交给上帝，嗯，第八天啊，记住犹太人是第八天啊，所以他们没有包皮，不藏污纳垢，但是他们仍然用一瓶水洗丁丁，所以阿拉伯人又叫清真啊，犹太人又叫清净，所以都比较讲卫生，比较干净啊。当然也有他们故意拿左手跟你手啊，那是羞辱你呢，侮辱你呢。有那傻逼国领导人不知道伸出左手，他也过去握握，那就是没文化，肯定是太多了。打扰我就是，我也不打扰，我绝不会违反纪律干任何事儿。我就讨厌，我这衣服就没干。嗯，如果昨天吃饭之前我洗这个衣服，现在就干了。现在我就得穿湿衣服，就是因为吃这顿饭，嗯，吃这顿饭，吃在我来说是不重要的，当然这也影响我身体。所以老邓老说啊，老邓他媳妇儿就老保证，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，有好多东西不卫生就不能吃，嗯，吃进去容易，吐出来难，不能什么都吃。所以老邓能当到大校副军级是吧， CCTV 军事部技术部主任总工程师，所以这个钟灵只能卖茶叶，嗯，既没当上班长也没入党，所以需要我这儿的耳目喉舌是关心他，这种关心啊是教育帮助，必须让他知道，不然的话，你看他整天抽烟，没人阻止他，在电梯里也抽，汽车里也抽，房间里也抽，啊！我说你不能跟我住一屋里，你老抽烟，你早晚死于肺癌，你还有媳妇呢，还有孩子呢，你整天老抽烟，卖茶叶卖妃子吧，嗯，所以我帮他卖茶叶卖妃子，嗯。每只手套在哪个兜里，我都是有固定位置的。走之前别把别人的酒店恢复常态。这个牙刷我牙不好，吃完饭我就得刷牙，所以我兜里装着一个牙刷。刚才我说了，这个酒店的牙刷比我上一个酒店的牙刷好，一次性的我就把它偷走。把它偷走。这些避孕套什么，这房间里连白送的水都没有。矿泉水这都得花钱。
你看他这儿，非赠品，开封即为使用。嗯，所有的东西。我呢，我为什么愤怒呢？我除了，你们就是说玩儿，我真是没想玩儿。我出来不是玩儿，我就是想帮着农民卖东西。嗯，啊，不然的话，我跟陈老板在远征大酒店里一住，多好，我用不着跑出来。嗯，现在我穿袜子穿鞋，时间还有7分钟到7:30。任何计划一旦做好了就不能改变。你说的七点半啊，哎，我就走，我就不吃了。哎呀，为什么我得急着发稿？这我当一辈子记者，如果你不发稿，读者在固定的时间没看见我发东西，他就取消关注，粉丝就没了，没粉丝我就没法帮你卖茶叶了，是吧？所以我每天必须每天更新。对方，哎，什么都没用，没事，放就可以。那个那里边烧一个洞，不是我烧的，我不抽烟，我就看那个你一看你就知道了，就是放床上那个枕头，不枕头那东西脏了吧唧。提前了4分钟，我这车上的人一个都没来啊。燕豪主题宾馆，千万别跟我学跑这儿打卡来。我的手表比标准时间快1分。哎，这帮老兵说好7:30在车边上了吗？嗯，一个也没来。这个手机是右边的华为手机，这个手机是左边的。啊，我早上得，他买茶叶得靠我忽悠卖，我要不发稿别人就取关，明天就没粉丝，就什么也卖不出去。所以我说7:30我不会迟到。您放心，我不会迟到。你愿意没吃啊？我不用。不，就迟到。我有个药，我有个药，我那个药一吃了就等于，你一打岔，你一跟我说话，我给忘了。我有个药就等于我的饭。我早饭那个，我每天，我得把我的新闻发出去，第二天别人才来看，不然的就取消关注。啊，老张卖茶叶完全靠跟着我，我每天介绍茶叶，说这水怎么好，山怎么好。如果一天没发，他们马上有比我年轻漂亮美丽的有名的粉红，别人就买别的茶叶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全白劳动了。对，我呢就是，这是一个治血的药，这一片儿，这是一堆营养药。我平常工作的时候，在那个战场的时候，如果来不及吃饭，我这一包东西就等于一顿饭。高蛋白，对，不光蛋白，就各种，我就等于吃饭了。真的。哎，就刚才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得等着在这儿。我昨天只问，我就能不能有 WiFi， 能不能上网？这 WiFi 速度很快。哦，这边是5G 吧？哎，对，哦，这是5G， 它的 WiFi 比诸暨快，比诸暨快很多。诸暨人是吧？啊，所以这我就看。酒店 WiFi 快就好，嗯嗯。啊。
吃不得啊？早饭不吃了？我如果吃了。你给我打电话就把我干的活给打断，你不用管我，我肯定没吃到。我七，你问那个，我七点半，七点二十五就在这儿了。不是，我觉得你你不用管我，谢谢你，谢谢。这样的，一般的都是赠送两盆矿泉水，这儿墙上有一张字，所有开封都算作消费，有一个价钱表，那矿泉水是3块钱一瓶，倒不贵。倒不贵，但是是要钱的。哦，是这样的。所以刚才我叫老板娘找他要点开水，要点开水不要钱。嗯。然后那个，如果床上破一个洞，罚款10元。我那床抽烟被人家烧了一个大洞。我说你闻闻我，我不抽烟，这个洞不是我烧的。他说这不是，是不是你烧的？就是有一张列表，几十项怎么罚款，哪项罚款，哪项值多少钱，多少钱。啊啊啊！他那个都写的那个写在墙上，啊，然后那个对，对，还有贩毒的，贩毒的算犯罪，吸毒的算违法，啊，吸毒的算违法。我要是出来呢，衬衣就不露出来，衬衣不露出来怎么办呢？我就把我这兜衣服的兜都是同样一个结构。就挪到外边的这个大兜，嗯，大兜，嗯，我把这个这机器搁这儿，嗯，这衣服都是那个美军制式的，从里边的衬衣到外边的雨衣，兜都是长得一样的，所以我只要把从兜里边拿到外边的兜，我一尺一摸就在这儿。我摄像机左下角一个，右下角一个。嗯。你看这个，钟灵，行李还没收拾呢，刚才让我吃这饭吃那饭。喝碗粥不如我刚才吃这一包药，这包药也是优沙纳的，美国专利，中国制造，优沙纳。这药这口袋我还没扔呢，在我兜里。嗯，优沙纳，全球营养品之冠，您的专属健康营养。这是我那个基督教姐姐她给我配的，嗯。我早饭吃的、午饭吃的、晚饭吃的是不一样，就预备我吃不上饭的时候，这么一包就把我身体的能量全补充了。吸毒违法，贩毒有罪，就是吸毒跟贩毒还是有区别的。归文化举报这个。工商举报这个，公安举报这个，你看，光是一个吸毒这件事儿，有仨部门管：文化部、工商部、公安部。星期四啊，对我是特别忙，特别忙。